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魔力布了，看着丑不拉几，擦玻璃擦镜面的东西简直一绝，只需要用清水浸湿，然后拧干即可，随便一擦干了以后没有一点水渍，打扫卫生的时候擦玻璃镜子、擦电视、擦挂画，家里镜面的东西都可以用它擦得反光，不留毛和水渍。